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又介绍一隻新嘅游戏啦。嗱，呢个严格嚟讲，我差啲想讲新嘅手机游戏，但系并不是，因为点解呢？今次介绍游戏系《天下 3D》。咁而家你见到嘅画面系非常之清嘅，因为我而家玩紧嘅系电脑版。系啦，今次呢个游戏咧系同时可以电脑版同手机版一齐玩嘅。咁我就介绍下俾大家睇啦。咁啊，都系一个武侠游戏啦。系啦，咁我本身已经有一个角色啦。咁啊，呢个系一个系啦。好啦，咁我好简单同介绍，同大家介绍下六个职业嘅特性先啦。咁啊，好快睇一睇啊。第一个就冰心堂啦，咁啊难度两粒星可以睇翻。咁主要系做一个治疗啊、辅助，即系奶妈啦，简单啲讲。好啦，见到揸住咁大嘅盾，即系天机型，都知道系坦克啦。咁如果想保护你自己心仪嘅女仔咧，嗰啲男仔就一定要拣呢个啦。系啦，企喺后边就冇事噶啦。好，率剑听雨歌。哇，上手难度四星啊！咁呢个系一般，我相信一般嘅前卫啦，即系剑侠高攻。咁呢个上手难度四粒星，咁需要比较精确嘅操作同埋反应，又相信系需要。我谂跟住落嚟就系呢个法师啦。咁呢个系远攻啦，属于上手难度两粒星，咁相信系一个非常强力嘅输出嚟啦，做得法师。咁啊，通常都系皮薄高攻嘅。咁啊，如果想匿喺人哋后面射嘅话，就最好揀呢个啦。好啦，呢、這个太极太虚 ，sorry。太虚观，咁啊远程输出，相信系一个物理型嘅远程输出啦。咁啊好特别嘅，佢有两个外观俾你揀啦。咁啊如果中意正太，可以揀呢个啦；中意帅哥欧巴嗰啲，可以揀呢个啦。上手难度三粒星啦。好啦，咁啊最后就嚟到我用嘅刺客啦。咁啊隐身刺客爆发，咁呢个通常就系属于一个玩爆击啊、会心啊，即系一夜爆人城炸血嗰啲系强劲嘅输出嚟嘅。咁啊，如果有心想玩呢啲鬼鬼鼠鼠偷袭啊，即系隐身嗰啲突然间突袭嗰啲，就可以揀呢隻。好啦，咁我就玩翻自己嘅角色啦。我角色叫做鼓手梨花。好啦，入到嚟游戏画面，你见到而家我系用紧呢个电脑控制嘅。咁啊，电脑其实佢就已经优化晒你嘅操作。咁一般嚟讲，你揿呢个普通嘅 A 啊、S 啊、W 啊嗰啲就系前后左右啦。咁啊，留意呢度有个好特别嘅地方，就系有四段轻功嘅。系啦，而家我呢个系轻功。哦，我想知道呢、這个 OK 嗱。嗱，刺客嗰个好特别嘅，佢有两个型，佢影子系好型嘅，系啦，再试下先，四段轻功，嗱，小心飞得快个头会过咗龙啊！大家有个影喺后面好型啊，我觉得。咁啊，留意呢一隻游戏系一个大地图啦，咁系一个无缝连接嘅，系啦，所有嘢一环扣一环嘅，咁啊个地图同埋世界观都非常庞大啊，咁啊有别于一般嘅普通武侠游戏啦，系优胜好多嘅。嗱好啦，咁啊冇讲咁多啦，咁啊马上就示范一个呢个战斗画面同埋呢个战场俾大家睇啦。咁啊呢个 PVP 嘅大型战场巴蜀战场，好啦，嚟到呢个巴蜀战场啦。咁我哋声势浩荡啦，我哋出击。你见我啲将军级系有马骑啊，跳下先。嗱，上边就有个上边你见到有个龙同埋轮呢两个比例，就两个唔同阵营啦。咁啊，游戏玩法就系最快攞到1200分嘅就为之胜出啦。好啦，攻击开始，神师示出，哇！即刻秒咗个，成功攞到第一滴血啦。Follow me， 好啦，你见到几影一个大全队啊 ？OK， 打佢，佢走啊！想走压屎啦！唔好放过佢哋。好啦，我哋围殴啊！哇，哪里逃啊？油金，油金啊！走哇，咁走得嘅条友，咪追佢啦，咪成扎哇！你后边系咁俾人捅菊花阴公，系咁捅啊，拗下你屎忽，莲花男人老狗莲花，你唔死冇用啦、啊、你！等埋我兄弟，有我在。仲有啲咩好驚啊？有我帮你，好啦，一骑当先，狼啊！哇，你见佢啲血倒水有冇睇啊？哇，准备御剑啊，好型啊！御剑收皮啦，好。哇，但我哋分都系落后人哋好多，因为呢个始终系一个抢旗模式。喂，死啊，冇晒 M P 大镬，啊啊！
死咗，咁啊要等重新时间啦，系啦，要等六秒。哦，救命啊！大剂啊！我搞错地，我哋俾人倒重新点啊！好嚣张喎，对面佢大军压境喎，即系佢塞咗我哋重新点嗰度，即系唔俾。哇！倒水啊，我啲血。唔得，我哋要击退呢班人，佢哋竟然倒我哋重新点，我哋仲有面啫咁样。哇！打唔死喎，佢系咁回血喎，睇下。哇！好屈机喎，咁样无限。凭我一人之力系对抗唔到我哋成队奶妈队啊！救命啦！哎呀！击退佢哋啊！加油啊！唔好放弃啊！有我喺度，但系今次有机会啊，因为佢我哋无限重生咧，佢哋咁样嘅资源会即系资源不足嘅情况之下，打持久佢哋不利。好啦，今次一定要击退呢班贱人。Yes， 好啦，成功啦，成功击！哇，仲有咁多右边救我，哎，几幼稚嚟？哎，搞掂晒啦！好啦，各位兄弟，而家反击嘅时候先开始。我哋攞翻个中间嘅据点先，我哋。我哋睇下我几弱，新鲜事出啊！啲行得唔快，后边嗰个揸线嗰条女行得唔慢。而我哋抢咗中间啦，继续上，继续上，继续上。哇哇哇哇！哎呦，后边都有人。哇哇哇，匿一匿先，都系匿一匿先。上。哇！突击成功。Yeah！唔好认输，嚟到最后啊，干巴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千二分啊，结束咗，因为千二分当赢，千二分赢咗啊嘛，都系差少少啫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个详细资讯。哇，我落嗱，我排名第三啊，你见到睇唔到？我系排第三嘅，系啊，都虽败犹荣啊！好啦，我睇完咁精彩嘅战场之后，我哋不如同大家睇一睇咧。其实呢个 game 有好多时装嘅，咁啊可以试着嘅。好啦，四零甲，我睇一睇先啊。背包、衣柜，好啦，咁你可以揿入去，你可以睇到你角色嘅装扮啦。呢个好得意啊。咁呢个系耳机嚟嘅。嗱，咁啊可以场景中试穿，又可以俾你免费。咁你 zoom 近啲咧，可以睇到精美嘅。好啦，咁你睇到其实可以放大咁样去睇啦，系非常靓啊！呢个画面绝对系一个一流嘅水准啦，即系喺电脑上睇啊更加精美啦。你见到好啦，咁呢个试着时间完咗啦，咁我哋再睇睇啦。我哋可以睇埋其他时装啊，睇呢、這个哇呢、這个几靓喎！呢个着咗之后咧，佢头发垂咗落嚟咧，好靓喎，啱我喎，再睇睇。哇！呢、這个直情系会即系连嗰个面罩都冇埋咧，劲靓啊！睇下，好索喎呢个场景中试穿。我自己会收刀嘅，好丑头。哇！但我鼻好似有啲假，个鼻好似有啲古怪。嗱，即系你 zoom 到埋去嘅时候咧，佢系好体贴嘅，佢自己会将把刀收埋嘅。等你可以欣赏到佢唔同角度嘅姿势啊。可唔可以睇裙底啊？唔得，呢、這个最低啊！哇！佢眼神好不屑啊，系咪得？哇！呢、這个系雪山飞狐装啊，白球啊。哇！呢、這个 OK 喎，呢个女 miss 我中意喎 ，I like it。佢眼神好不屑啦，因为想知道想睇佢裙底。佢个视点会同你对望翻嘅，都几正。不过呢个呆有少呆，我觉得啱啱嗰套靓啲，啱啱红色嗰套靓啲啊，好正。咁啊，佢有廿秒时间俾你试穿啦，可以睇下啱唔啱，即系佢等你睇过啱唔啱自己先买啊嘛。哇，好靓呢啲都啱。喂，佢呢种大盒女盒 feel 咧啱我口味，即系披肩跟住低胸嗰啲咧，君心我心。通常呢啲头发咧，我记得唔知边个朝代讲过，向后扎就即系代表你系结咗婚咧，即系人妻先会咁样扎嘅。非诚勿扰，呢、這个葛优呢、啊這个阿、啊、舒淇啊，非诚勿扰。冬日言情，嗱唔好读错字啊！哇，呢、這个似乎有啲，哇呢、這个雌雄相雌雄合一咁样，依边着裤呢边着裙啊，哇！哇！如果呢个 game 咧，哇呢个天线，哇呢、這个真系掂喎，呢、這个大佬，你睇下揈下条裙先，哇！哇呢、這个如果货金我都买喎，呢、這个认真，呢、這个完全系嗰个刘若飞嗰啲 feel 喎，哇呢、這个迷死仔啊，呢个阴公，正喎呢啲，好正喎呢、這个，哇呢、這个系蓝仙子版啊，呢、這个系 OK 喎，
呢个熊猫 feel 啊，呢个依个好得意，几靓喎！啲光佢啲光暗效光源效果咧做得都唔差喎，系啦。咁啊，时装就可以咁啦。咁啊，你可以按你自己嘅喜好去买啦。咁啊，顺带一提，呢只 game 系有坐骑喎。咁我而家坐骑系一只马嚟嘅，系啦，马跳。系啦，咁啊，即系平时移动上就可以快少少咁样啦。同埋发觉坐马个姿势好好有性格，打横坐未见嗰只 game 咧系有人打侧坐咁串嘅，系啦。好，另外值得一提嘅就系你见到后面有只灵兽喺个大耳朵啦，咁亦都系手处送嘅。咁我都系建议玩咩 game 都系不妨手处下啦。咁佢除咗真系做一个吉祥物之外，佢就会帮主角打，同最紧要系会帮呢、這个即係會有啲唔同嘅作用啦，有啲係會幫主角回血嘅。咁我呢隻主要係一個攻擊型嘅靈獸，咁啊可以衝個遊戲途徑就獲得唔少即係唔同種類更加高級嘅靈獸啦。咁啊，另外值得一提嘅亦都係啦，呢、這個遊戲係冇 VIP 系統嘅，而佢嘅商城亦都唔會去賣一啲武器或者裝備啦。咁所有裝備都係需要玩家自己打副本啊，或者一手一腳去打造嘅。咁就唔會話哇貨金係好勁咯，大曬咧係唔會嘅，係啦，即係。呢、這個情況係比較少啦，咁最多都係買一啲道功能性嘅道具，或者係買一啲時裝咁嘅嘢啦，係就唔使驚話買一啲會破壞平衡嘅裝備啦，咁大家可以放心去玩啦。好啦，咁今次呢個遊戲我哋就介紹嚟到呢度先啦。咁呢個係電腦版嚟嘅玩，咁同手機版係共通嘅。只要你有一個 account 就可以，譬如出街時又可以玩手機啦，即係翻到屋企就可以開翻電腦版嚟玩啦。咁非常之即係流動性非常高嘅。好啦，咁今次介紹遊戲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同埋去下載試一試啦。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